最近美国、日本两大股市持续强势，有助于安定市场信心。分析师就预测，台股仍然会在7700到7900点之间温和震荡。选股部分可以留意低价智慧机的触控相关概念，还有什么资讯要注意的？来看今天经济日报的就事论事。